系 free hug， 免费嘅拥抱，随心嘅拥抱啊！活动详情咧就喺呢度啦。系啊系，睇唔到啊，睇唔到啊，睇唔到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哋分享紧爱俾呢个社会啊，系就系咁无私，咁正义。睇我哋 channel 啦，多谢你。個比較上年有除夕氣氛多啲咯，可能因為個分佈問題，即係依家都仲難緊咯，係啊。係啊，我覺得佢限人流限得太犀利啦，係啊，所以都唔係好多人入到嚟呢度咯。係上年都會塞滿啲咯，係係啊，就係咁多啦。多謝你哋，做冇有咩新年願望啊？其實我哋咧係有個 IG page 嘅，咁我哋又想多啲人睇啦，可以做到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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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咩新年願望啊？咩新年願望啊？最緊要大家開心，最緊要大家開心，最緊要我開心，最緊要佢開心。
你有咩新年愿望啊？大家开心。大家开心。中学。我哋啲新装扮其实好似咁样啦。其实点解会谂住有咁嘅 idea 咧？系都系 for fun 咯，即系 for贪热闹过嚟玩一下咁样，咁俾人写下愿望啊，写下 IG 咩，写下啲留言啊咁样，即系俾大家好似开出嚟玩一下咁样咯。今日气氛其实系上年其实比上年人流多好多，即系我上年因为有可能未疫情未系回复翻所有嘢啊嘛，咁所以其实就啲嘢就比相即系啲人流就相对上系少啲，但系今年就因为有可能内地嗰班又落嚟啊，好多人都。啲後生仔又會出嚟玩啊，咁所以就比較多翻啲人流咯。但係就我覺得嗰啲人流管制嗰啲設施就比較比上年差咗啲，因為佢嗰度好多位都裝曬啲嘢，唔俾人過咧，搞到就要分批咁行就好辛苦咯。上年喺度，上年喺度，上年就玩Free Hug， 即係好似頭先啱啱嗰個咁樣咯，即係 Free Hug 係。今年就玩啲新意少少嘅，就唔同佢同一樣，就諗住創即係創意少少，做更多。係就係俾人寫字咁樣咯，即係其實你睇下後面都係寫滿曬，我哋係即係俾人過嚟寫下嘢啊，用唔同筆啊咁樣分享一下啲自己想寫嘅嘢咯，即係就寫下新年願望。係啊，新年願望啊咁樣係咯，真係唔錯，係開心下咯。希望大家喺最尾。呢一年最尾嘅時候，嗰日寫下啲嘢，同埋俾自己突破咯。最尾一年唔好俾自己後悔咯，即係最尾一日，呢一年最尾一日，係唔好俾自己後悔。係咯，身體健康咯，世界和平啦，心想事成啦，做啲嘢就順順利利啲咯，即係希望下一年比今年更加有更多突破、更多進步嘅位咯，可以俾自己係。讀書上就係讀書加油咯，讀書即係希望全部中學生都冇咁大壓力咯，係啦，開心咁讀書就多啲快樂，多啲快樂，冇錯，係咯，希望大家都冇咁大壓力，係。讀書開唔開心啊？有壓力，有壓力，冇至於話唔開心嘅，但係有壓力，係咯，就係咁咯。即係嚟緊都要即係準備 DSE 啊。相對上有可能呢排例如啲。多翻少少內地生落嚟讀咧，所以就嗰個競爭性比較又強烈翻啲咯。即係之前就唔同，因為疫情時期都係大家全部都係同一個 level、同一個水平咁樣讀，咁其實就還好嘅。但係今年多翻啲內地生回流落嚟讀書咧，就我覺得大力啲咯，相對上。中四。對政府有咩期望啊？我哋應該答唔到住啦。做好啲咯，淨可以講係做好啲啊，係做好啲啊。希望都可以即係搞好香港個經濟咯，係即係又穩定咯，即係唔使升啊，唔使跌咯，即係搞好香港就得㗎。即係全部係啊，全部多方面係可以一路上升，加油！係就可以講加油。從深圳，因為大陸不給放煙花呀，所以就過來這邊看咯。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有一些事情吧，所以呢导致就是大面积禁止放烟花咯，也是一个生态咯，或者说一个环境的一个保护吧。所以我们就选择过来香港这边，今天早上来的，气氛确实就人山人海啊，还有很多人，而且也有每个国家的或者说很多不同的人。确实很有一种香港的本土气息的一个氛围，对，因为之前也想来，然后呢一直没有这个机会，然后现在就是有时间就过来一趟，在工作了已经。新年愿望啊，就是新的一年里面，家里平平安安，然后也挣钱，然后找个女朋友回家吧。99的，不年轻啦。人生半载都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。其实小孩这个东西呢，就以现在的年轻人观念的话，就是说有能力的可以生，就是要比如说一些中产阶级或者说一些家庭比较富有的话可以考虑，但是呢说普通家庭或者说像我这种吧，农村出来，然后呢家里也是在县城里面，就是虽然说家里人会想要你去
就是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，或者说一些相关的，但是呢，还是量力而行，这也不要说是一个任务，或者说是一个一个枷锁，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事情吧，反正看个人咯，看个人量力而行。其实无论经济还是说压力，还是说今后的一个教育，还是说社会的一个发展，其实都挺大的。特别就是现在的年轻人，包括我在内，也都是对自己现状，或者说对今后一个对小孩的教育，或者说小孩以后能否在这个社会上面，像这个社会所希望的发展之类的，但我们也不太好说，说实话。所以呢，与其有，不如没有更好。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，也当然最好也是生一个，然后呢，就是找一个可以一起共度余生的伴侣，然后呢，组成一个家庭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路程。但是呢，假如没有的话，有就最好，没有拉倒，是吧？没有的话就自己一个人过，一个人去西藏啊，或者说去哪里劈柴喂马，享受剩余的人生都好，都是不同的选择。有竞争肯定都会有，在哪里都会有，但是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咯。就是有两，基本上就会有两个极端的一个现象。第一就是压力大，然后呢内卷，然后呢就感觉自己越来越难受啊，或者说越来越乏力，或越来越内耗。那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，就是这也是你一个经验，或者说你从中能向前辈，或者说向一些资历年长的人学习更多经验，就是为你今后无论你是单干还是说出来的话，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的经验来说吧。就现在整体的一个就业趋势或者说经济情况的话，都是普遍都是有个下滑。现在读紧书啦，中学是體驗化的，咁梗係 force 全部香港人噶啦，身體健康啦，當然，咁就新年快樂，新一年新嘅開始咁樣咯。